看到我什么？指导什么？牙尖，看宝宝。啊？你要自己练习讲。我不会讲。你看，不是你不是要对我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权利指导你啊。啊？手放下，手放下，讲完。都有牙尖，所以要爸爸。牙齿什么？牙尖。啊？都可以听到牙尖，然后爸爸说要看一下，这样牙是不是对的？不是，我听不清楚你说的牙什么？牙尖。牙尖。啊？牙尖啊。什么叫做牙尖？就是那个肩胛骨的活动。什么牙尖是你发明的？没有，我讲错。好，你坐。你坐了。你说你也要坐。你不管他了。他老了。他老了，他没希望了。你是未来的主人翁，你来。哎，你来。坐慢一点哦，坐慢一点。好，我陪你蹲着，我陪你蹲着，来吧。你走开。消失。你来。你不能靠爸爸，你不能老靠爸爸，你那么大了，长那么高了，来。哎，你要讲什么？你直接讲。你要做什么你就做，来。嗯？手放下，来，手放下。看到我讲，哎，哎，什么事情？肩胛骨运动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走，再推，这个是陷下来的。好，走，推，好，很好，这个直，这个不要，哎，对，好，这样，好，走，好，起来，推起来，用这个推起来，走。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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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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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到肩胛骨脊椎起来，再推，对，再推，好，现在往两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哎，对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现在回来，往下走，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，对，走，好，起来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哎，对了，对，再来。好，现在就是，这是一个方向，这是一个方向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方向，这是一个方向，下去是一个方向，起来是一个方向。听不懂？这些方向，这几个方向都用肩胛骨来做，这样子。啊，所以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上下五六个，啊，对，然后每一个都把它做满，每一个都把它做到极限，慢慢做，啊，可以，啊，以后要练习，直接你要讲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直接你来做，啊，看你是大小姐，你现在几岁了？是啊，不要揉鼻子，跟我讲话，讲话不要讲话就把手放着，十二是不是？那么高了是不是？啊，以后练拳我要你爸爸走开掉。